很具足。OK， 我们再念一次圣经好不好？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哎，可以打一次嘛。哎，我看你拍的，刚刚那时候，好像有点味道。哎，可以下一张吗 ？OK， 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哎，下一张，好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杯。啊，靠，惊喜点了。好，精神点高。OK， 来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把你改成我，很简单。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我特别要今天跟大家分享啊，是不是跟是不是个两？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当中来敬拜你，你是我们今天唯一的观众。主啊，就算这些歌我们不熟，我们也要来赞美你。就算我们心里面为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有重担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要来到我们面前向你来赞美。因为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就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的名字为以便以谢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不仅在这个礼拜再次重新得力，愿你自己借着你的话再次对我们的心说，叫我们更认识你，叫我们更爱你，叫我们更知道怎么样同奔天路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。哦，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OK， 在我们还没讲这段圣下一章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、哦，哎，旧约用什么文写的？希伯来文。OK， 这个为什么用希伯来文？因为以色列人讲什么？希伯来话。那为什么新约写的是希腊文？经过希腊时期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没有灭族哦。如果灭族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会，但是他就是这个族还这个以色列人还在啊，他为什么用希腊文在写呢？好，先丢一个小小问题，特别这些观念，像天国哦，最近有讲天国文化，基本上各位在希腊在那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化。那希伯来文化不就是天国观念呢？没有这个天国什么观念？他讲天国度啊，讲天的。但是好，同样的像 logos 这个道也是一样，这些哦比喻，像耶稣形容光跟眼睛，这都是用比喻。你会发觉到在新约当中里面，不仅用希腊文，不好意思，他非常大量的使用希腊文化里面原来的东西，包括我现在写的这三点很重要。你看约翰福音写说道成什么肉身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在希腊文化在希伯来文化里面，道成肉身这个是没有被提及的。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新约当中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？为什么？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新约不用希伯来文写，要用希腊文写？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希腊文里面你会发觉到新约里面非常多希腊文化的思想？哎，希伯来不好吗？好嘛，那为什么？考大家，哎，来，永根，我们当中敬拜只有一个观众而已，你不是观众，我也不是观众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观众是谁？只有神，上帝才是观众。不管你会不会唱歌，不管你理不理我，你都是参与在其中的，阿妹吗？可以跟别人说，观众只有一位，就是上帝。哎，观众只有一位，就是上帝。我们都是参与者。你说我不参与可不可以？不好意思，你坐在这里，你就要参与，因为神喜爱你敬拜，神喜爱我敬拜。好，回头过来，我再问，为什么要希腊文？希腊文？希腊文当时最普及。最普及不很对，他讲对了，但是人的看法，你如果。再远一点来想说，为什么神要用新约哦，要写希腊文不写希伯来文？为什么？大家因为知道以色列人不念经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礼貌，才看得懂。阿姨他们相当意，他们相当意，汉语。对，希伯来当时已经不流行了。不流行的。不好意思，你讲错了。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。但
说神用希腊文，不用希伯来文来写新约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跨越文化的神。那个兄弟跨越文化，他不是在文化之内，他是跨越文化。所以我刚才很多人就说：“哎，你的信仰，你的信仰都搞到洋枪大炮、西方风进来的。”我告诉各位，这些人没有知识，也没有常识，也没有见识，更没有看过电视。他不晓得我们的神是超越文化的。跟你隔壁人说，我们的神超越文化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到这个超越文化当中里面，我们的神是从文化当中跟人对话。而且各位弟兄姐妹，保罗去雅典的时候，看到他拜了很多神，就跟那个说，那卫士之神改的感动，卫士之神，我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。你看就这种对话。如果我现在换个角度来看，如果神在台湾，你告诉我他会用什么文写？台湾，你来了台湾啊？用文化，用文化，你用华语嘛？你敢不可以用台语写？没，没可能。这边好可怜，一点可怜啊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今天的思想只停留在这样子，却不知道是这样子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到你跟这位神做不远了，你会跟这个神很远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？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软弱？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走不下去？看不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。跟你隔壁人说，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。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。你没有看到？我告诉各位，你会发觉你每天面对困难比你顺境还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觉到我们是很有限的，我们这个人是很有限的。我讲一个简单，煮饭你若不要煮，你会感觉煮饭足困难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为什么讲台语？因为我平常都讲台语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没有看到我们的有限，你就会用有限的眼光去看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摆下的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苦难一来就会主啊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有没有？常常是我说啊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把这个难处放在我的里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问这种问题。不是因为你怎么不好，没有，你很好的，神看你是好的。跟你隔壁人说，神看你是好的。神看你是好的。但是我们看你们自己不见得是这样子，因为神看的角度跟我们看自己的角度不一样。为此缘故，我求主帮助我们先第一个观念，为什么神要用希腊文里面表达这位神呢？因为他是跨越文化的主。同样的，如果今天他在台湾，我相信最近一不，差不多十年前，我们在写翻新译本的圣经的时候，我有参与，我是圣书委员会的委员。我是圣书委员会，咱平常圣书我有参。圣书啊。新圣书我有参与，我有参与一路为多读书，找我去哦。我讲你有啥物找我？你为何找我？他说你很偏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是我把本来的丢了，我三条丢了教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说哈，就因为我很偏。就因为我很拼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后来就把那所有的东西都准，他的专怎么文献，他写的书，他写的歌，全部快快的给我说，你帮我做出版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哦，这个帽子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他叫我出版，我说为什么？说你可以，他说我可以，我说我不可以啊，因为这个老前辈没给我编这哦，你知道我找个师大研究所的帮他编，我编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去给他，我说你的东西我编不来。为什么 ？You are master， 你懂我意思吗 ？You are master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里面，啊、真的上帝很使用他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从外面看他，那就是一个味道，那就是一个蓝色的院长而已啊。但是你如果从另外角度站在历史当中看，各位我们会不一样的看法。同样，你也是这样子，你千万不要用你的眼光看你自己。当我们向圣经里面这个神来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神借着希伯来文化里面向我们宣告，向我们启示，他是一个超越文化的主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同样在台湾，我怎样讲哦？那个怀疑就是上主啦。我们的圣经里面都写上主嘛，我应该没在写上主，结果被否定，为什么？我天公伯啊，干没在？天公伯可不可以？你敢知影？你去讲传福音。要提个提过不要听你，我告诉你，跟上主爱你哪一个比较亲切？你回答我。天公
平心而论嘛。你说啊，这个位格，什么位格？到承受生这种位格，跟我们想的位格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本来从信用来看，咱若是耶稣就上帝安尼道成肉身，我相信我们应该会选择天公伯啊，来表达这位全能的上帝会比上主好一些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当这位神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你讲亚头沙丘的新名，这个新名叫啥物名？亚索嘛，啊！我跟你讲，亚新名叫啥名？你一定啊讲啊，你袂甲讲三太子，你袂甲讲龙虎潜水，你袂甲讲讲啊，这是玉皇大帝。你袂讲真的听过咩？就是听你的亚索，甚至你知道吗？我传福音跟他说，你没有亚索这囝无？我告诉各位吼，你叫他信耶稣认罪悔改，他不要；你叫他给亚索这囝，他要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在我们民间宗教信仰里面，若三太子做囝，龙虎潜水做囝嘛。你即摆要互做囝，互耶稣做囝，好唔好啊？你讲袂啦。你今日讲读圣经悔改，好唔好啦？还有微口呢，这个还有微口，所以我们就很有回响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，你互耶稣做囝，好唔好？多多，多多，那个谢恩在后面，你去找他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提示你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希腊文化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我们的神不仅超越历史、超越文化，他也超越你的困难。所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俩跨困难看得越大，神就越小；你若看神越大，困难就越小。你要哪一个？后面那一个。后面那一个。后面哪一个？神越大。神越大，看神越大，问题就越小。跟你隔壁人说，让我们把神越看越大。让我们把神越看越大。下一张，下一张后面，到水准点点，快点。好 ，OK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读在的圣经里面，我三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光的生命。跟你隔壁人说，我的生命是光的生命。我的生命是光。什么是光？一起来念一遍，来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黑暗的感觉。前段时间，我不晓得经过哪里，我就特别暗，没有路灯。我告诉各位，为什么我会发觉特别暗呢？因为我发觉到我的灯没开，我的车灯没开，因为这块火亮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就看，奇怪，怎么灯经过那特别暗呢、啊？我才发觉到我灯没开。各位，灯没开，开路开车方安不安全？我把灯打开，我前面的路都清楚。还好，感谢主，当我打开没效，就发现了一个洞在那边，地上的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灯一亮，你会发觉到你前面就安全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常常灯忘记开，忘记开的结果常常怎么样？砰砰，常常有些东西跑出来。我有一次在加拿大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们去服侍。我们就从加拿大温哥华开车开到，就一直往南开，开到圣地亚哥，哦，开差不多三，要四三天外啊，啊，就从刚刚调皮车啊，哦，一直往西一直开了，开到西雅图，然后西雅图再开到，就往那个洛杉矶开，然后开到开到那个旧金山，再开到洛杉矶，然后最后开到圣地亚哥，哦，沿路哦，一跑就睡啦，也开爽，就睡。各位弟兄姐妹。我沿路我发觉到那个灯很重要，特别晚上的时间，为什么呢？我不开灯，我根本就算月亮很亮，我告诉各位，你速度一快，你会发觉到没有灯很容易出问题。光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也是这样，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有光在前面引导我们，我们会不会迷路？我们会不会压开过压到不该压的？会不会？各位很重要的，我们就不会走错路。光有三个，第一个它是有亮度的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光一样。如果我们没有光，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个灯台放在斗底下是不会有光的，要把它拿到灯台上面会照亮许许多多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最近刚好我太太是专门在做妇女工作的，有一个姐妹几年前，她说她做了一个姐妹，差不多三四十岁做寿险业的。他的儿子，他有两个孩子，第一个儿子呢，老大男的，十八岁的，回这被这阿妈，因为他的工作也工作很忙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他发觉到孩子知道
时候就出现这个人。第二，他的女儿那个时候十几岁，才前门他出门之后，女儿就溜出去跟人家飙车，结果没多久电话就来了，他就去看他在医院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妈妈一出门之后，他就跟人家去飙车，跟人家坐前后座，他坐中间，结果在飙车的过程当中，里面前面没问题，后面没问题，中间摔得很惨，而且有好三级的烫伤，不好意思，两只脚都不见，左手也不见，剩一手，全身溃烂。这个姐妹那个时候还不是姐妹，去医院知道这些消息过程的时候，心里非常痛苦，就说我的人生怎么这样子？过不了多久，检查身体，癌症，乳癌四期。人生惨不惨？超惨，对不对？我想是在座应该没有人比他惨。各位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他认识神之后，他成为一个让人家看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不可思议？因为他跟那个癌症病人传福音。啊，你是要算啥？你一个呢？爹，你蛮艰苦，我这四个啊。你敢不敢意思？然后你会给我人生家里面怎么样？我第一次听我太太讲，我哦，我就放光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认识耶稣的人，本来没路的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人生就颜色都不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姐妹现在到处做见证，看到女人做那个什么啊，压那叫什么？哇，我太太你来了，压那个就是有点像那种，就是热热的压下去，叫什么？热的豆。啊，豆豆豆豆，拼豆啦，对，啊，谢，拼豆。今麦咧有坐，个代志演讲，那个看到下面，哦，伊最近装钢脚哦，装钢脚，因为他根本无卡，真卡，啊，然后到处去演讲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看到的人都说哇，哇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暗淡的生命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开始产生亮度，叫别人看见。你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以为啊，我是很平凡的人，我们在座的只要是人都很平凡。你不要以为你工作特别哦，真的，我告诉各位，我们都非常平凡。为什么？你要不要上厕所回答我？要。你要不要吃饭回答我？要。你有没有？你不吃饭就不上厕所，那你就不平凡了。哦，你不睡觉吗？要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可以确定一件事，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，可是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亮度。跟你隔壁人说，我们是一个会发光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光不仅能够有能够看这样看见，而且是有热度的。我信耶稣到现在，我认识我的朋友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都超会搭呢，你知道吗？热过头，热火热嘛，我比火热还多一点点，他超会搭。我信耶稣都快三十几年来，我好像都没什么改变。为什么呢？从我信耶稣开始到现在，我就发觉到这个在我里面的宝贝好的无比。”你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吗？我的同学把我骗去教会，为什么呢？他骗我去教会之前，我们在学校打篮球，打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很羡慕我啊，咱来教会喝喝。”我还不好意思，我还讲粗话，我说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呢，说你如果再邀我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结果你知道他会继续拉着我，结果一脚就踢了滚在地上，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。我信，后来我被他骗去教会，是因为说。他告诉我说：“我们教会里面有美女，我就被骗去了。”他说：“校花。”我说：“好校花，我这校草不定了。”校花是安怎？你看，五六十个人团气吼，那三个教会，你敢不知？校花有豆花足多啦，所以我就被骗了。可是其实，各位，我心里面想被骗，我发觉到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我那一天没有看到校花，可是我看见耶稣。哦，那一天他讲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他们信他，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听安尼念吼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三种反应，因为这个人读到安尼，第一种反应，伊咧假骗，他骗我的。神爱世人，我一定不是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第二个，我觉得这个人他心念不对，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好？神爱世人，为什么生活当中那么多苦难？所以我觉得他骗。第二种是神经病，第一种神，第二种骗人，第三种他讲的可能是真的，可能是真的。为什么说可能是真的？因为我不相信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唯一的想说，他等一下如果等我举手的时候，会把我抓到我后面去浴室泡水。
其实我当然不懂嘛，不懂。可是各位，那天我对讲员讲的信息，我非常非常感动。为什么？有一个爱我的神，我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马祖不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？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我家办的公务潜水，他没有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公务潜水没有说？摸乎潜水来，要叫我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为什么妈祖没有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？没有，只有这个耶稣，这个耶稣，这个老外，这个洋枪爆后，洋枪到后进的老外，居然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才不信嘞！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就这样子被有点洗脑，我就很喜欢去团契、去教会。为什么？你看看萧，后来我知道那个萧花长得怎么样，他现在在台中。在雾峰那边，各位，我们很好的主理，很好的朋友，他嫁给我学长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虽然我没有看，没有追到校花，可是我认识耶稣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后来因为高中留级，高三为什么留级？跟人家打架。我高中就这么高，本来是很高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要毕业之前，我就做到变中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的都追上来。我你知道吗？留级那一天。我们班上里面有20几个同学要去打老师、打校长，因为我不爽啊。为什么？我功课不是最差，我功课还不错哎，为什么把我当掉？现在弟兄姐妹，因为我毕业露营的时候跟人家打群架，打群架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，因为喝啤酒嘛，喝了啤酒之后还跟别人屏东一个学生三月学校打架，我们就拿着银钉，拿着砖头就。准备哦，全校男生哦，就过去准备跟他们打架，结果看到有人从那中间冲出来，暗暗的，我就石头拿起来，就这样给他丢过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从那如果有人找去当投手，一定就命运就改变了。没有，一丢就真的被我丢到了，丢到的时候就冲过去要打他，因为看他就倒下去了，就被我丢到了，那真的很高温呐、啊。那小的冥冥之间要让我丢到他的，他倒霉嘛，过去要打他，糟糕了！眼睛一看，这个有点流血，然后看我们学校的教官，要跑我没办法，就被看到了，所以我就这样被留级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留级那一天，我本来是打校长，真的打校长，校长不见了，打老师，全班全校的我大名中学了，老师都不见了，我们就跑去学校宿舍等老师。老师不敢回家，你就知道看怎么样，都疯了，我真的想疯了。陪我那二十几个人，那个头的，现在也在服侍神，在高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那天哪里都不要去，要去喝酒买醉，不要，我要去怎么样？我想去打人，没人没得打，回家我不敢回家。这留级哦，重要脸，你敢不在？留级重要脸，真的很贵嘞。大门中学很贵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贵，在高雄。各位弟兄姐妹。我哪里都不敢去，我跑去教会。我第一次跟耶稣祷告，因为教会没人，平常没人。我坐在后面那边，左看看右看看主耶稣。第二次左看看右看看主耶稣。第三次终于可以把眼睛闭下来，还走后面。我记得讲的第三次、第四次，我把眼睛闭下来一祷告，眼泪就掉下来，我眼泪就掉下来，哭了一个多小时、两个小时。我从这四点多哭到快晚上五六点，起来看地上一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很难过，但是我又得到释放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我人生的结束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一天晚的时候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我知道耶稣住在我里面，可是我还不了解。我出去还抽了一根烟回家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不晓得嘛。过了三天之后，我简单的讲，我烟就戒掉了。我烟就戒掉了，到现在没有，我就离婚了，离婚啊，离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说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喝啤酒，台湾那个生啤酒在高雄很流行，果八七七七八七七，果拉撒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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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穿裤都不穿裤，按七八七七果八七七点亮亮，你就知道到现在肚子还没响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我还没认识耶稣以前，我是这样的人。如果我今天为什么叫我超越大？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发觉到我的人生真的不一样，我看法不一样。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也会在家里面会帮家里面拖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爸爸妈妈很早过世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印象里面开始懂事，我很少起床会折棉被，我信耶稣会早上起来把棉被折一折再出门。我吃饭的时候从来不洗碗，
信了耶稣之后，会把碗洗干净，做桌子收一收，收到那边去，有时候还要洗洗碗。我姐姐告诉我说：“你这个人很奇怪，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信了耶稣，我里面那个圣灵一直有。我的姐姐因为我信耶稣，决定吃素。要洗我的罪啊，台湾人啊！你信耶稣，我要洗罪。各位，我后来感谢主，我同等学历考，当时一个学校的国立艺术学院第三届，结果没有考上，1000多个人，我居然考上，我是主修声乐，我本来是主修 clarinet。我遇到陈荣贵老师，陈荣贵老师说：“你们谈其他干部，因为他刚好在教会看到我唱歌，都说哦你不错哦，你不错哦。”各位，我差不多花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我学声乐，各位弟兄姊妹居然考上了。啊，其实我别的地方还不错嘛，耳朵还不错，视谱也不错，所以感谢主就给我蒙进去了。我去考的时候，我说上帝啊，我陪考都不够资格，我不夸张，因为1000多个人都是学音乐的，我们班上都是全国第一名的，只有我不是啊。你也是啊，打架。我没打架，我还没那么厉害啊，打架没那么厉害，比我厉害，我那是小混混而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发觉到我信的耶稣，不仅命运改了，运也改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会超伟大？因为我发觉到我里面有宝贝。跟你跟别人说，你的先生生命里面有宝贝。生命里面有宝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既然光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有亮度，我们就有热度，而且不管那个距离多远，别人都感受得到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光的生命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灯台搬到桌面上去，把油装满，把火点起来，叫别人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，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。第二点，下一章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罗马书12:1-9，我们一起来念，第二节一起来念。来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光要放在灯台上面，不要把它放在头底下，安内让跨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光是哪个光？你的光是你的行为，你的光是你在人面前所摆上的。你们好看到你说哎呦我信耶稣，请你看我不爱信啊，那就麻烦了。我曾经在北港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我遇到一个人叫赖炳彤，这个人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某书啊，某书特别一抓那个北港那个朝天宫的主任也信耶稣。北港哦，北港那阵北港的大家嘛，给北港的那个北港的主任委员。后来你知道他的女儿做见证，在论坛上看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就问赖牧师一件事情，我说：“牧师啊，请告诉我，人家怎么样才能够看见耶稣？”那个牧师赖炳彤牧师，他被主接触，刚被主接触。他说：“看耶稣哦，很简单啊。”他说这样子：“看我就知道啊，看我就知道。哦，看你就知。”嘿，我输寡，嘿，寡臭鬼，你敢知？我看我就知，我有影无影？哎，我想的对啊！信耶稣的人家问你说：“信耶稣的，耶稣在哪里？”耶稣在礼拜堂，看我们那个王牧师，看我侯牧师，救你啊！阴办啊！看谁？跟你哥们说，信耶稣看我就知道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？哇塞，活祭啊！那个祭都不会动的。台湾人，你看，你就发觉到圣经里面的整个信仰跟台湾人有很大的不同。祭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台湾人死的，祭会假杀来，有没有？假爱杀来，啊那抗议啊，看假会使死人的罪没有？猪也一样，杀了之后还说凤梨有没有？叫翁来。感冒，翁来啦。你感冒是哦，感冒哟，拍手，我是叫翁来。我南部人嘞，大鸡啦，感觉翁来。感冒哦，拍手。关怀时刻。好，安尼哦，感冒啊，翁来，翁来呀。所以话，伊只台湾人足巧，是这有诶无诶啦。翁来是大客，佫聚天，安尼就实在感冒，安尼感人生才会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猪肝鸡能不能洗人的罪啊？
不能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台湾人真聪明，罪可以洗，那么血可以洗罪，他却，你知道吗？这位耶稣基督却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只有无罪的才可以代替有罪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，这位信这个耶稣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再跟你隔壁说，信耶稣真好啦，信耶稣真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活祭，叫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里面看见耶稣基督。你现在活的不再是你，乃是什么？谁在你里面活着？基督在你里面，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各位，老板是谁？回答我。你的老板是谁？哦，搞这些啊，你莫出啥物啦。老板是谁？对了，老板是谁？耶稣。哎，这样我来搞，我来讨个耶稣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查验，不要笑啊！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很多无为而为哈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都被影响，却而不自知。我讲个最简单的 ，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。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？你要相信我，麦登峰减一公斤一万块，伊甲你减，像我这个来减十五公斤开始，因为我的肉啊消掉，想办法消掉，啊，赚我十五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有一次去瓦邦，我去瓦邦，我刚从昆明回来，我去瓦邦服侍两个月，结果瘦八公斤。我想说机票才一万多块而已，哎，八公斤，我赚到了呢。一直我那不，后来知道蔡衍平是基督徒了，然后我那卖贡了吼，卖贡这边完全卖钱。各位，你知道我说我想，哦，一公斤一万，那我赚八万呢、啊。我去好像是好像付了一万多块的机票，我又多赚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姐妹常常觉得自己都太胖，有没有？有。都想瘦一点。我太太就是这样，其实我太太已经我很欣赏她，很苗条，很美丽了。因为讲的家庭大好咯，暗时拢唔敢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姐妹会不会常常觉得少一件衣服啊？会。回答我会不会？你搭好多件啊，你好诚实啊。有没有常常少一双袜鞋子？有没有？有。老师都在说，老师你怎么穿这个双？第一个节省，第二个好穿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少一件，因为电视常常会告诉你，哎，那个包包是名牌，那个衣服是好看，那个鞋子很棒，适合你，所以你口袋一直把钱掏出来。我不是说不应该买，而是各位，外面的世界在影响你，哎，你不是在影响这个世界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领受这个生命，我们也成为影响别人的人啊，阿门。你说，哎呦，这个世界不好，但世界不好你又泡在里面，又看新闻不好看，天天看电视有没有？网络打开打开，而且还是无线上网，随时看的，你都知道不好了，你还用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被世界影响还是影响世界？被世界影响，所以你不能怪人说啊，牧师啊，啊你搞，你该为什么我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？你不能怪牧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发觉到你自己泡在里面，你既然失去那个敏锐度，那个所谓的免疫系统，你没有那免疫系统，你当然被世界影响。请告诉我，基督徒要影响世界还是被影响？影响世界。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。苦难平安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像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。各位，你会发觉到，你说基督徒不能埋怨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可以？为什么可以？你告诉我，圣经哪里说可以埋怨？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凡事什么谢恩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凡事埋怨？有没有？应该没有啊。啊，你写的呀，说高我上快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应该凡事谢恩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。如果你会发觉到你里面被掺杂，所以你会发觉到你也很难经历神的作为。换个角度吧，换个思想吧，你凡事谢恩，虽然你还是会埋怨，你把埋怨放交给神好了啦，不要说冰起来啦，因为冰起来会拿出来吃啦，对不对？把它交给神。有人说啊，全不全奉献，那人情分，全然全奉献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不要只是把金钱奉献，你要把你好的奉献，把你不好的奉献给神啊！因为我们的神是照我们的本相，怎么样？接纳我们的。跟你隔壁人说，神好的不好都要啊。神好的不好都要啊。因为你是属他的，所以各位，你不要把自己好的搬出来给神看，给人看。你一软弱，你就跟神主啊，我真的要靠你才能够得胜。有没有爱人爱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要不要圣灵帮助？要不要？要啊！
你发觉到你很多东西不够，常常这就是经历神的开始，求主帮助你。下一个，这个时代不仅是这样子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做一个有盐的生命。基督徒很喜欢这样做盐。第一个，为什么基督徒要做盐啊？我时间过了嘞，我才讲一点嘞，怎么办？继续啊！不行啊，讲等一下，你好快快抢什么来啊？我是说我爱不行，等下谢老师你们三个来啊！哦，我很快讲过去好不好？哦，什么是盐呢？第一个，好味道，好味道，为什么呢？你拿猪棚你的话，乌鸦的话，怎么赶快垫垫？那么哦，那么我跟你那个自然的有一点盐，真的变好吃了。我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没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天然的雄鹤，冬天雄鹤嘎出来养逼的出来。第二个。它会有调和作用，有盐。各位，什么需要调和？人跟人当然有摩擦，有一点盐就能够把那个摩擦减少了。你就是那个盐，跟你隔壁人说，你就是那个盐。你就是那个盐。你要做那个盐啊！好，我们是好味道的，而且是能够调和。第三个，我们是盐是做什么？消毒作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刚才这个姐妹讲得很好啊，我们有时候都会埋怨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有毒的。你难怪每次哦，懂得开始动，我跟你讲，很多邪言邪语进你的耳朵，就跑到你脸里面去了，那会苦毒你。说为什么很多人会被苦毒？不好意思，我求主帮助你，你要在做盐，让那盐在你的里面。有人在讲闲话的时候，哎呦，阿宝叔安娜我安娜，其他小水啦，那该做位啦，安尼这种话哦，就第二，咱就讲讲宝叔一代是水水到。作祟的就对了，啊，甲学了，唔通讲，哎呦，是啊，那普通普通啊，安尼吼，对了，就是我们就有些话跑出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个有那个话题就说，哎，不要讲人家闲言闲语，因为你怎么讲别人，神也怎么看我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生活当中需要很多消毒的东西，盐巴就是最好的，你就是那个盐，跟你跟别人说，我要做那个盐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我就不讲这个了，因为讲下去很长哦，啊，很快就过去。这是一个盐无味灯不亮的时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痛苦只是在增加，因为价值观建立在物质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迷失在知识的寻求当中，自由还有自我捆绑当中里面得不到解脱，理想不再是人的梦想，现实成为生活的依据。我讲的这个是怎么样？我们许许多多，就像我刚刚读的约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世界很影响我们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虽然没办法影响电视，不想影，不能影响报纸，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阿门。你吃东西，你祷告看看，你不要每次都说都看起来。阿门。阿那个讲一样，你喝阿基豆嘛，喝阿基豆，可能很短，不要影响别人，别人看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曾这样吃饭哦，祷告的时候早起来吃完饭之后，就有人帮我付钱，我都不知道谁帮我付钱。哦，多好啊，这样。知道吗？你说，哎，吃麦当劳，有人帮我结，谁呀、啊？不知道，多好啊！我也是在龙海里面吃活鱼啊，吃活鱼。各位，我们几个同学就围在那边吃饭。我不行，哎，今天特别祷告，我就站起来，二三十桌、哦。亲爱的，说刚才你还我当教堂，也当我也得看姐妹怎么了，就讲了哈。我还你这条红烧性命，阿兰哥对不对？叫你祝福这所有餐厅的人，大家吃饭吃得真健康，吃得真好势，大家过得真快乐，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告诉各位，全部人都跟我阿门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。我如果在那边祷告，只有我们这桌，我就站起来。我那天我好像发神经一样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祷告，为这个餐厅祝福，为老板祝福，跟我一起阿门。连不信你，我跟你保证，那个餐厅里面的人很多都不是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能够影响别人，你就不会被世界影响。你要成为哪一种？你或许不能影响电视，不能影响媒体，你会影响隔壁那个人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功课为，你来做生意买卖物件，你人袂收贵，我唔通人三买，听我意思吗？我的干爹，他是摆夜市的，你知道他每次卖棉被说，我一件赚你50块而已，我不会赚你多，绝对实在。人家要不要买？买。然后你知道说啊，这条我来探吧，我比你这较贵。哎，哪有这种老板的、啊？那照理说，他们开价开得到，他说不是，我几多宝，我听我叫你上帝啦，我赚你100块，我就赚100块，赚你50块就赚你50块，我绝对袂甲你低头。你看哪有这种人？
以前都被拉高高有没有？卖东西拉高高，500卖你啊，其实给他分一百二尔啦。好啦好啦，三个卖你啦，我了，我几乎是无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都发觉到一个诚实对一个商人，对你我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尽量用这个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，让我们做一个盐，做一个光的人。阿门。下一场做，赶快。基督徒是一个什么？荣耀神生命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起来念《以赛亚书》63第一节，预备，请兴起发光，因为我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荣耀的，是一个显明神的作为的。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有时候不是像圣经里面所记的？因为你没有照圣经的话行。如果我们照神的话行，我告诉各位，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。你遇到很多困难，你一定会好好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困难绝对不是你能解决的。我有太多这种经验了。我服侍耶稣到现在20-30年，我真的发觉到，有时候认识神是用膝盖。我那天摸，我膝盖原来是平的，骨头。我你讲起来都没劲。平的，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发觉啊。就是平的，我都跪的。如果要跪的，我这不是在炫耀，而是我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是平的？我告诉各位，应该是我有点凹嘛，有没有？有点凹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后来才发觉了，我就跟他开玩笑，哎，我在扁一下扁，因为你只有勉强把人看我啊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你跟神的关系如果建立好了，我告诉各位，再大的困难，再大的环境，都不会把你打倒，而且你会越战越勇。屡败屡战屡胜，我告诉各位，常常屡败屡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屡战屡败？你唱嘛？屡败屡战，为什么？当我们靠着神，你会发觉到，你每天都有新的恩典，恩典才来，你会发觉到我们的生命就在当中每天经历神的作为。太多真的跟你们分享更重要一件事情，请我们连在神的生命当中。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，连在一起，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。请不要相信那些无为而为，不是出于神的，你就可以不用信，参考就好了。出于神的，请你好好放在你心板上，刻在心板上，每天经历神的同在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所以为此缘故，让我们愿意学习你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灯台要放在斗底上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眼也是这样子，叫别人可以感受到，因为我们生命有你的缘故，我们就能够消毒，我们就有好味道，我们就能够调和。愿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个光，成为那个盐，叫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给你。帮助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未来一个礼拜领受你的恩典，我们就活出你的样式。好，让我们不仅行在你的光中，哦，能够做一个有盐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未来一个礼拜荣耀你，经历你丰盛的恩典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一个礼拜的生活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